在农历七月，你当然是要聊一些应景的。大家好，我是小郭，这次来分享凶宅。凶宅在一些文化中被用来形容被认为带有不好气场或与不幸事件相关的房屋，通常与不幸事件、灵异现象或负能量相关。在科学上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但是在房地产交易中，一旦房屋被贴上凶宅的标签，买家通常会因为恐惧而避开这样的房屋，所以房屋的价值就会急速下跌。像这样污名减损的情形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了。就拿过往的案例来说，在台湾金华地段上的一栋豪宅，虽然地理位置优越，设施也很完善，但因为曾经发生过凶杀案，导致房屋的售价大幅下跌，最后只剩下原市价的六成而已。同时银行也不会让这间房子贷款。凶宅对房价的影响绝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社会信仰和地区，主要是反映了大众对生死和未知的恐惧。在社会中，凶宅这个词具有特殊的意义，通常被标上凶宅标签的地方，在民间习俗里被视为不祥之地，也充满忌讳。因此购屋族对于这类型的房屋接受度并不高。一旦房屋成为凶宅，屋主往往欲哭无泪，甚至有人将凶宅分为四个等级。一、为凶宅，指住户因轻微意外死亡，例如跌倒、意外滑倒等。是凶宅，住户可能因较严重的非自然死因去世，例如被遗弃导致饿死。三、中凶宅，指的是房屋内曾经发生过自杀事件，像是上吊、烧炭等。四、大凶宅，是指房屋内曾经发生过重大的死亡事件，比如谋杀案、重大事故等。这四个分级当中，中凶宅和大凶宅相对来说会对位，来的居住者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凶宅并不是正式的法律用语或法律概念，使用的定义是参照内政部函释《卖方产权持有期间与其建筑改良物之专有部分》，包括主建物及附属建物曾发生凶杀或自杀而死亡，不包括自然死亡之事实，即曾施于专有部分，其在专有部分有求死行为致死，如从该专有部分跳楼，但不包括在专有部分遭砍杀而曾施他处之行为，即未曾施于专有部分。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凶宅并不是正式的法律用语或法律概念，使用的定义是参照内政部函释《卖方产权持有期间与其建筑改良物之专有部分》，包括主建物及附属建物曾发生凶杀或自杀而死亡，不包括自然死亡之事实，即曾施于专有部分，即在专有部分有求死行为致死，如从该专有部分跳楼，但不包括在专有部分遭砍杀而曾施他处之行为，即未曾施于专有部分。依据上述的标准构成凶宅有三大要件：在卖方产权持有期间内发生在专有部分发生凶杀或自杀致死。在以往的经验中，通常会考量要件及事件过程。凶宅的问题在买卖间的案例五花八门，实务上判决的看法也相当分歧，可以就以下两点常见的争议讨论。一、房屋成为凶宅可以要求行为人，包含杀人者或自杀者，赔偿吗？法律上注重的主要有侵权行为的故意、过失损害遗产等。根据民法的规定，如果因凶杀或自杀事件导致房屋成为凶宅，行为人包括杀人者或自杀者，即对房屋的所有权人造成了一个侵权行为。依照民法第184条的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一同，屋主有权向行为人请求损害赔偿。如果事件涉及自杀者，屋主甚至可以向自杀者的继承人要求在自杀者名下财产遗产的范围内请求赔偿。但是过去也有过案例判决不同的情形，主要仍是依据冤情情况不同，法院见解不相同。二、凶宅可以进行买卖吗？可以的，但是因为涉及重大事项，会明显影响房屋的价值，凶宅也会是能否顺利成交的关键因素。所以卖方在向买方出售房屋时，一定要履行义务，如实告知内政部地政司在不动产说明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中也明载房屋中介有调查凶宅之责任和义务。如果卖方故意隐瞒不告知房屋是凶宅，即使交易完成，买方事后除了可以要求解除契约或减少交易价格，还可以根据民法第360条的规定，买卖之物缺少出卖人所保证之品质者，买受人得不解除契约或请求减少价金，而请求不履行之损害赔偿，出卖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一同，要求卖方承担未履行契约的损害赔偿责任。实务中，如果卖方明知房屋是凶宅，却故意在买卖契约中注记非凶宅，甚至可能涉嫌刑法上的诈欺罪。总结以上，如果卖家知道房屋曾经发生过重大事件，例如死亡或凶杀等，就一定要履行义务告知买家。如果没有履行责任，那么可能会面临法律诉讼。即便凶宅等级不是具体的法律约束，但对未来的卖家、买家和租户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